体现在技术理论上，还有自己的思想上面都发展得更加成熟，就各方面都在成长嘛，就慢慢成长就是好事，就是好的发展。我觉得我很高兴可以为国家争得2枚金牌，为国争光首先是我的荣幸，而且我希望我拿到金牌可以为大家加油鼓劲吧，大家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有更好的动力去学习跟工作。